文良啊，嗯，我这个决定，你感觉安怎？咱伫个这市场拍拼这么久啊，有真多代志真正看袂落去啊。咱绝对袂当有迄个看嘴的有迄个三组啊。大家今麦拍什么真心出马，安尼上好啊。啊，不过话讲倒转来啊，你爱无闲吃的，啊，佮买个快乐天堂的行李。啊，你的个性做甚物代志拢做真真的，那真正忝死的。别烦恼啦，等玉婷婚礼结束了后，我得当专心处理一件代志。我为少年在伫果菜市场扫条，我对这个所在心有感情。今麦是我回馈这个所在时阵，这个当当，我一定要打落来。拜，你就是安尼重情重义的，所以我完全能了解你的想法。我这个做事实一定要听你的，对吗？阿姆，我拜托你，你若是有什么代志需要我斗相共的，你一定要甲我开嘴，我一定全力支持你的。文良啊，巷口这边你能甲我斗相共真济啊，我真正无想要增加你伤济负担啊。这个当当我会打落来，阿姆哥，若是有一天我无阿断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打起来。只要是大爱交代，我这个做事者绝对无第二句的。那安尼，咱就安尼讲定啊。喂，啊，阿秋啊，啊，秋哥，哎呦，当然嘛要去。哎，阿几点？今嘛哦，啊，我是足想要去的啦。啊，不过我今嘛吼，都在准备便当，小咱要送去阮后生呢。啊，阮新妇哦，甲阿明去替我饲鸡，还袂转来呢。哎呦，啊都。原来今仔囝讲下母会是安尼分的哦。阿秋，阿秋，我是真拢袂记。阿秋啊，有啦，即摆吼，因已经转来啊。好好好，我随去哦，你都爱等我。嗯，好好好。啊，妈，亚芬啊，阿多正吼，阿秋伊啊讲，啊要叫我去活动中心唱歌啦。啊，我看迄便当吼，阿你遮麻烦吼送去卫生所，好照顾。卫生所，嗯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卫生所伫倒诶。啊，阿明知影啦。中山路左转，第二条巷子走进去，行到底，各位国小的后门穿进去，总共4313步，这是上近的路。你看，阿明吼，伊会甲你带路。啊，对啦，稍等下吼，你嘛会当准备便当，啊去陪建国做伙食。好，嗯，好，安尼我要出来哦，好，拜拜，阿交代你哦，好好好。阿明。阿姊要来订便当，看你想要吃什么，做伙订啊，哈。吃便当，画图。要画图？我看咱不是去送便当的，是去踏青野餐的。阿玲，姐，我便当已经带好啊，啊，看你爱吃啥，家己带。我来切一包水果啦，哈。喂。是安怎袂用的啊？你不要晕倒啊！水果我来切。切水果也我用的啊，你放心嘛，哈。你晕倒啊，危险。水果我来切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去切，无。我替你带便当啊！我不爱你搁受伤。
快乐。三十五四十男孩，五十白银，六十黄金，七十五个成年说唱。你点亮亮的这是想家里家呀？鹅妈妈。鹅妈妈，你是想啊？亚文啊，你带你弟弟出来散步。哎，系啊，我们上便当好见过啦。哦，你两个我感情真好。哎，我哦做甲要死啊，我哦连准备过便当给我妈妈。其实我是刚刚负责上便当尔啦，啊，内底的饭菜哦，拢是我妈做的啊。阿明，你应该甲托贝讲啥？托贝好。阿明真乖嘞，啊对了，也有，我山顶遐人吼已经收成啊，啊我较慢煮吼，再收起予你吃。真的好意思啦。什么好意思？那你家己种的菜都拢摕来互阮啊？互相互相嘛。无，我先代替我妈甲伊说一声多谢啦。啊，我妈爱唱歌，我会当做迄冰糖炖雪梨给伊啉啊，对伊脑后真好。哎，是运动的啊，你妈妈吼唱歌真好听。哦，多谢你啊。阿托贝，阿要中昼啊，你还记得休困吃饭哦，哈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拜拜。348，会到土白田。522，会到小白邮局。722，那是我上喜欢的所在。你上喜欢的所在是什么所在啊？阿姊会伫遐耍土，阿明会伫遐画图。你是讲我的陶土工作室哦？阿明上喜欢的店位多，那呢？阿姊无伫诶这段时间，你敢会一个人伫诶遐位多啊？阿姊答应你，以后我会永远陪伫你诶身躯边。你若想要去遐位多，甲我讲一下，咱做伙去。我问你一件代志哦，阿姆唱歌敢真正像阿托贝讲的遐尼好听啊？我知影答案嘛，行。4301、4302、4303、4304、4305、4306。阿明，咱是毋是得要到位啊？我会记你讲维生素是4313步。维生素哎，哇，阿明你真够厉害哎，比手机导航还准呢。行，来给您姐夫一个 surprise。4313。拍谁？拍谁？一个啦，马上叫车送你去病院啦！阿妈都痛啊！你太太是安怎啊？伊要生啊啦，原本是开车要送伊去病院的，不过车无油啊，我只好搭车去载伊去病院啦。哎呦，伊痛到安尼，这附近也无病院啊，你敢袂用诶？啊，都痛！一分钟震动几次？一次痛多久？差不多几分钟啊！是该痛偌久啊？30秒啦！一分钟痛一次，一次痛20秒。我袂使啦！你袂用的啦，稍等一下啦，这附近嘛无妇产科啊。阿明啊，
免再等啊啦，时间拖愈久，对宝宝啊，佮恁太太是愈危险嘛。是啊。无我看安尼好啊，这头前哦就是卫生所啊，我先去伫咧内底服务，恁去互伊看卖好无？好啦好啦，阮就来去卫生所啊。好，来，佳，来，佳，小李啊，开心来啦。一起有什么是快乐？三十米还是四十男孩？五十白银，六十黄金。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一起有什么是快乐？三十米还是四十男孩？这个月房子现在今天还特别注意了。放心，就明天不管什么时候。海芬。你别啊！我舅舅太太想转。你别塞啊！你嫁给我了，当可以接生。一分钟通一次，一次通20秒。宝宝被出来了，被出来了。你下出诊室过来。爸爸都给了。来，就给我来。这里哦，这里。对对。这里。别出来啊！别再出来。你是有仇，我是快乐。别，你先别紧张啦。阿玲姐，先生奶奶。来，你到卫生所，宝宝一点都不要无代志生出来。好。你是有仇，我是快乐。三十女孩子是男孩，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阿斌，快快快，你看你姐，无咱边仔坐，伊坐咧位当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行行行行行，来啦，乖，你看你姐咧，一定边仔无代志吼。你甲本本阿哥被提出来，位当位当，好不好？来。姐啊，乖，把本本拿出来，画图啊，嗯，乖，姐，三十女孩，四十男孩，五十白银，六十黄金，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画图，慢慢呼吸，慢慢呼吸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比比呀，拿比比出来画图。今日去这么久啊，不是讲宝宝要生啊，真正真久嘞。谢谢先生，你别紧张啦。你太太还佫囡仔一天平安无代志的。宝宝生出来啊！生出来啊！我要做爸爸，我要做爸爸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祝先生，恭喜你啊！大人囡仔放心平安。多谢你的医生，真正多谢你啊！你唔通安尼讲话，你只卖当医生囡仔。蔡医师，没卖哦。这也无啥，平常时啊，我能做些代志啊。你不要夸张。这是？应该是一只鸟啊。鸟。我想后边意思应该是讲，你是一只会当保护宝宝啊，佮别人的送子鸟。你怎么看我有味道啊？当然啊，我是阿姐，当然嘛看有。对啦，其实今仔日我甲阿明来哦，是要送便当互你食的。啊，你敢食过啊？哎袂啦，想讲大家做伙食。已经要下晡哪会来白食？你也袂安尼。三十照时间吃，啊那无吼，身体怕歹去啊。我今日来吃才知影，原来你的工课遐尼有挑战，遐尼刺激。是有淡薄辛苦啊，也毋过真有成就感嘛。呀，到我办公室吃。好啊。歹势哦，拢冷去啊。不会啦。妈做的便当，全部是练起的，嘛真好食。阿伯啊，
豆豆仔，等嫁着。你爱食荷包蛋哦，来啦，我爱买给你。来，豆豆仔。一人食一半，感情这么爽。就算你几粒吃完，咱的感情哦，嘛永远拢袂散。英国，你嘛偷偷啊吃，吃完了后搁水果，是阿明切，伊就是不准我用刀啊。迄是因为是该你切菜，无说切到手哦，老真侪岁，伊们才不准用刀啊。当时的代志啊。2013年5月13号晚上6:38。记得很清楚哦。你的代志，伊拢记得真清楚。像有一届你骑好多摆，摔落去惨的，啊，搁有一届风台天，你去顺街了，结果哦，十分卖讲话啦。伊知我咧创地哩，不准我讲话啊。那我听起来。现在就衰咧，灾难不断，甚至个跋倒去弄着头，较早代志拢袂记诶。较早发生啥物代志，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咱三个人像即卖安尼，一日食十万数的便当，这就是幸福啊。是啦，来遮嘛一段时间啊，我感觉遮个环境，遮个人。真正拢袂歹，我行路的，大家看到我，就侪情的，对阿明我就亲切。这真正是一个好所在。听你安尼讲，我真就欢喜啊。这阿建国，我想讲，我应该找一个机会，试看卖做陶艺。无只卡会当甲较早同款，做出袂歹的作品啊！你讲想起来明仔做啊？我嘛唔知，啊，不过无只卡会当先借册来看。10011223001。什么意思啊？架号，条码。伊应该是讲，甲陶艺有关的事，伊的架号和条码。你真正是一台行动电脑，什么代志记得很清楚。一定是较早你有接过相关的书籍，伊都甲条码扫进去脑袋里面了。哎呀，阿明，稍等下你坐我去图书馆，咱就坐等去看。等我一下，我随下班，咱坐一起啊。移民中心离图书馆对面的300公尺，会使顺刷食午。而且附近阁卖好食韩番薯啊，阁鸡卵糕啊，咱也不等去食。嗯，先食。遐甲酒也无吃过。吼，啊，这边是到底在创啥呢？我咧千交代万交代，讲伊着搬厝搬好时，一定要敲一个电话甲我讲，我才安心。嘿，伊唔但甲即摆无敲电话给我，我敲电话伊都唔接。到底你想啥个啦？那无想我一个烦恼呢？阿伯，你先莫烦恼啦。阿兄哦，有阿嫂甲文琪哦，甲伊做伴哦。应该没有什么代志啦。哎，阿文勇，你去搬厝的时，文勇敢有得做？哦，有啊。啊，而且还佫摕着门口阿伯因呐，还佮阿伯讲，叫伊阿莫佮拖累啊。啥？这款妄言的话，伊还讲得出来哦？哦，枉费啦，枉费小囝仔自细来直佮栽培，直佮栽培。规世人就是五万一次的娘娘呢，即摆连这款什么什么，卖个拖累伊的话，伊讲会出来哦。
我从来唔捌看过阿母对文娘这样生气。阿明听到讲啥无？哦，阿兄真可怜哦，对文娘死心啊啦。阿兄遐爱民主，破产都已经足见效的，文娘佫讲讲一寡遐有诶无安尼改五亿，好害伊迄面要行倒下去啊！真有可能安尼哦，无要甲你联络啦。哦，食甲几岁啊？干那样顾面子，顾面子拢唔顾，就讲我有你烦恼伊无？阿妈，你唔免想安尼做啦，啊，我会想办法联络文琪啊。阿姆，林君，文娘，你用碟啊？好不？坐啦，我到最后一点。好好好，坐坐坐。啊，我今日哦，专工摕阮地铁的喜饼来给恁。哎呦，叫玉林呢？哇，啊你玉林要结婚咯？我看，欢喜个满面春风。哈哈，嗯，啊你确实有影哦，金牌卖人啊，啊连家你查囝哦。算的对象哦，就像你阿将仔。不要你，谢谢啦。啊，不是无熟识，大家拢老朋友啊，啊，就搁专工啊提起饼来。一定爱的嘛，我咧想讲，我一定结婚迄天哦，我一定照无用的，今仔吼安排无周到啊，所以我亲身送起饼来给恁。哎，咱讲定哦，你的时间我给恁定落来哦，到时恁拢爱去哦。哦，这当然咯。阮按算哦，啊，迄一天哦，啊，店门关起来吼，啊，无要做生意，哈哈。不要哦，这面讲他讲的哦，伊答应哦，你要讲会到做会到哦。好啦，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多谢多谢。爸讲的话哦，绝对算话。阿妈今晚无伫遐去买菜，所以妈迄份我替伊答应你，伊咪去啦。你看吼，全家拢爱来哦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就好。啊，讲到这我就想到啦。庆东西可怜啊，安尼无这个福气吼，予阮拢做伊囝婿。啊，对啊，泡沫姨。阿姐最近好无啊？啊，伊敢会去参加婚礼？会啊，一定会去的啊！我昨下去庙里拜拜，伊就甲我讲啊，伊对小平的代志吼已经放下啦。哦，阿姆，过两日我再想到。我昨去庙里拜拜吼，我拄到吼明成啊、甲银宝、淑清啊，规家伙啊拢伫遐呢。哦，你有拄到哟？嘿啊，因来去拜拜是？唔是啦，我听文琪啊甲我讲哦，讲伊什么搬厝，什么什么即马找无厝啦，啊，暂时去庙里哦，大新房啦。啊？这阿母，啊这阿兄嘛真来咧，啊有厝唔当啊只大去大庙的。嗯，在。一定是哦，情啊！伊要转来替咱这祖叔去贷款，我无答应伊。安尼跟我结气，你气也未消，唔肯转来住啦。袂啦袂啦，阿兄袂来跟你结气咧。我咧想哦，伊是无迄面转来见你，啊，歹势搬转来啦。正确，林康阿讲哦，一点仔拢无唔对，因为我有拄到文琪啊，文琪甲我讲哦。诶，因爸爸妈妈哦，伫庙里哦，做家去拄到熟识人。阿妈，阿你唔是办法嘞？我感觉你有闲哦，就去找明成阿因，甲因讲讲诶，应该都要搬到个祖厝住得对啊。嗯，好啦，多谢你甲我讲诶，我来去找，我叫因搬到个住，多谢。免客气啦。呀，就是讲哦，啊时间过了真紧啦。啊，咱拢好遐囡仔吼，了解拢要老去啊！啊，目前呢吼，原本咧爱哭爱对路玉婷哦，啊，他即马讲要嫁人啊！时间的过有影真紧啦。其实伫我心内啊，我上感激就是你甲宝霞啦。我会记玉婷哦，甲郑元帅的时阵，拢来恁家咧撞来撞去，走来走去，伫遮食饭，遮读地，遮佚佗。啊，明坤啊，甲宝霞，我甲这两个囡仔当作家己囝共款啊，安尼伫遐疼惜，互这两个囡仔感觉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啊。啊，无这两个囡仔对我身边无爸爸咧顾吼，
其实嘛是真可怜啊。即摆甲想起来吼，这两个囡仔有哪真怪呢？啊，向生我感觉讲，一定来甲母娘啊讲讲，伊足欣羡母娘有一个爸爸，啊有一个家庭，啊这么好啊啦。因爸爸回来啊，啊有一完整的家，我相信哦，伊就足欢喜的。当然嘛欢喜啊，唔但是下面也欢喜，连黄蛋嘛足欢喜的。阿昨我去找黄蛋的时阵，伊佫甲我讲，你要做去翕全家福的相片。我哪有答应要去翕啊？早都唔是一个会啊，翕什么全家福？对我来讲哦，一点意义嘛无。哎，阿你哪安尼讲？虽然讲对你无啥，啊不过对两个囡仔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呢。你应该为着迄两个囡仔吼，去干翕一张啊全家福的相片，安尼唔再当弥补迄两个囡仔心里，心那圆满。人生对我不难嘛，胖胖，我问你吼，咱拢查某人嘛吼，你感觉讲你人生有啥物遗憾无？你哦，我相信你会当甲我讲讲，你这样子的遗憾，是你婚姻失败，对不起囡仔，无有遐囡仔一个快乐圆满的家庭。啊，那安尼吼，你若歹去试看咧，甲弥补伊这个快乐的遗憾。对啦，啊是讲哦，啊翕一张啊相片会当哦，让囡仔咧无遗憾，安尼嘛是真好啊。嗯，对啊，碰碰伊，确实讲你当甲伊同齐，翕一张全家福的相片，我相信玉婷一定能成为上幸福的新娘啦。对啦，多谢啦！恁的建议我有听入啦，啊，我会好好考虑啦。哎，啊，对吼，我啊做者视频还袂上啊，我先来走啦。哎，我送你。好。免啦，免走啦，我可以行啦。紧啦。我先来走，嗯，好。先甲你恭喜啊！哦，恭喜。拜拜。拜拜。行，阿妹。他即摆知影阿兄因住伫庙遐，啊，敢有需要哦？我陪你去哦，甲因靠近，靠近因哦，搬当个遮大。哎，平常啊哦，遐爱面子，你就甲靠近搬当个大，我看咱都有嘴讲个无路啊。哦，哎呀，嗯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袂阁进你的傲水阁啊！啊，你遐傲水阁哦，唔但卖出去，而且阁占地占我的仓库，阁再讲哦，阁替我了遐侪麻烦出来。等我以后有需要的时阵啊，我再甲你通知啦，就安尼啊！啊，大哥，我有探听到一个消息呢。什么消息？赶紧讲。我有听到山鸟已经宣布。要参加古菜市场工会理事长的选举啊！你讲啥？迄只破面领要去选工会理事长？是啊，我阁有听到风声，敢若足侪人要听伊呢。可恶啊！哼，这只破面领的吼，伊是头壳一狂着呀！伊唔好啊，伊认亲，伊认伊的亲情。无代无志，走出来甲我咧斗啥闹热？大伯啊，啊若万不离过这个理事长的位，啊去互迄只鸟手手去，安尼咱毋着规组害了了啊！哼，我哪有可能会甲那个理事长抢去啊？做理事长哦，对我是偌重要，你知无？我这么多年来超代志也这么顺利，这么方便，就是因为理事长这三字，替我省嘛偌济麻烦，你知无？哼，我绝对无可能为一只破面鸟呀，把这理事长抢去。大妹，那只破面鸟的，敢要甲点一下？
免这麻烦啦，点什么？你当作在点光明灯哦。我想吼，也是归去，把这只猫，把处理蛋杀，安尼较归去。处理当然是要处理，问题是要怎处理？这我得好好想看卖了。高司令，陈大志，您讲，迄个高副总诶，自咱店开门开始，就伫摆啉烧酒，啊，过伫查看要找你。哼，你找我，伊啥物卡事啊？看要找我来找我，你若讲我无伫诶，想办法叫伊走。我已经甲讲过一遍啊，啊，不过伊就是一直差袂着，我实在嘛唔知要安怎。你唔知要安怎？我开钱请你来做经理，你竟然甲我讲你唔知要安怎？你是头一天出来咧走跳呀？啊？这小块代志尔，你都无法通处理啊！我请你来做经理要怎啊？你归去死死的啦！我知，我过来处理。小队，伊伫带一个包厢啊，伫恁平常时已经。等下，我看啊，还是我出面去给处理好啊。免啦，这无路用的卡车，害我到手的1000万乌有去。本来已经家己的嘴来背嘛，竟然就给伊安尼背背去。口气我实在吞袂落。既然伊即马主动来找我，那呢，我就甲洗一下面，透一下气。金秋，你是安怎？酒都袂晓停，是要来干上班啊？高副总，是嘞啦。唔免甲我回信嘞，你即马是看我无呀？你敢不知我啥？我是高高在上的高副总，不是你这种人得势而起。出去，换啦！副总，卖生气啦，来啦，搁一杯啦。啊，你看水大声咯！我来才开半步啊，到即摆未入来，叫你入来。哈哈哈！高副总啊！我伫外口就听你咧大细声，还是安怎？敢讲是阮的小姐服务无合你的意啊？老总，我听讲你咧找我，有啥物贵事啊？我要提我的钱。你的钱？你的钱敢毋是伫你的落地啊？你找我要怎啊？我讲咱合股的钱，我要提我迄份。你要提你迄份？哼！哎，偌贵用啊！早就把你给我的支票拆掉去，我一仙五厘拢无摕到。你是叫我去倒洗钱来给你啊？啊？你咧讲咁对啊？啊，李东诶，咱之前合作赚袂少呢。你即卖是要过桥拆桥房咯？我甲你讲啦，我迄份啊，吐出来！你搁敢讲啊？啊！你这鸟鼠仔屎！哼！你唔若无甲我斗相共着，搁害我把你拖累去。咱合作唔若无赚着钱呢？偌贵烟，讲要甲我告哦！即卖消息拢传出去外口啊！即卖足侪卖场。拢唔肯让我的青菜甲水果伫因遐卖，我予你害到遐尼凄惨哦！我袂找你算账的，你竟然阁走来遮要找我讨钱啊！紧张啥？你是咧紧张啥？我是一时失势，我真紧就会动身再去。李大爷，头壳是放甲真空的，是唔通得失我呢？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，高文雄啊，你到今嘛讲话阁遐尼暗声啊？
谁不知影你即摆已经让恁某甲恁丈人赶出去老家？你即摆连一只流浪狗都较不如的啦！哼，人流浪狗想要讨食，搁会伫咧咱面头前摇尾溜的。啊你咧？啊？搁家伫我面头前结歹头，真正是笑破人的嘴。凭我的实力、能力，就算讲无老家的人，我感觉会当重新徛起来。哈哈，重新徛起来，听你安尼讲，啊，我唔得应该先给你拍拍手咧哈，啊，葛文勇啊，你见拜吼，讲个嘴甲全破，讲个袂输那真呢，讲什么？那是你出手，啊，无迄落你办袂到的代志。结果咧，你这老家的驸马爷，家己先跋落遐马仔脚，我敢有可能去相信你的话？嗯，我感觉是老家的囝婿，我无离婚，赶快有机会。哟，哈哈，水水水，哈，难讲哦。有梦相随，希望相随啦。也毋过郭文勇啊，我看你即摆嘛，敢若用个好好做你的春秋大梦哦。啊，若是其他的代志，你也免生肖想啊。啊，若无，是予你家己加歹看尔。哦，嗯，对啊，我要甲你提醒一下，以后吼。你上好莫阁来遮找我，我遮是要让开钱放轻松的所在，唔是流浪狗收容所，啊，唔通阁来我遮学白费的，有听无？哼，你还阁好意思讲？我今日变到安尼，就是让恁遮两个拖累啊！哎哎哎，郭文勇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呢，啊，谁拖累谁也唔知咧啦。我跟你讲，有缘大家就做伙趁钱，无缘就随人趁食，啊、哦！哼，带念过去，咱是合作的 partner， 这摊酒是算我的。啊，若无，我看你今麦遐尼老撇，应该嘛是来袂出来才对了，啊、哦！我免你同情我，你袂痛呀！啊！哎，郭文勇啊！你安尼是咧创啊？啊！你唔接受我的好意，嘛袂用个糟蹋我的酒啊！林姑爷啊，好好教伊什么叫做勤俭，干嘛去？干！啊！算啥？嗯？好！你到哪里呢？啊！啊！最后。郭文勇，我甲你苦劝一下，做人哦，唔通太过嚣摆，凡事都要有节制。今仔是我请你啉烧酒，后摆你若是搁走来我遮大细声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啊！啊，你嘛感慨啦，啊？哎，嚣摆无落撇久。大家小赌会着啦，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我等你啊！哈哈，啊，对了，郭总啊，啊，我，郭先生，敢有需要我借你一寡计量车钱，互你转去，啊，无你酒量歹济，啊。当然，郭副总。伊家己有赛车来啦！哦，伊家己开车来啊！啊，那安尼得爱找代驾呢？啉酒就袂用咧开车的啊！啊，若无，像你即摆规身躯酒味遐尼重，那是酒驾去用抓到是罚足重的呢。我看啊，你应该嘛是入袂去才对啦！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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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上一组。好。
我家己养起，跟出去啦。，为家己设想有啥物唔对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有啥物资格批评我、责备我？你刚看出一张1000万支票，我已经叫银行支付啊。所以你一生五年都提不起，先给你一个心理准备啊。应该啦，今仔日代志哦会变到安尼哦，拢你家己做起来。这就叫做报应。你无资格安尼对待我，你无资格安尼对待我，我无做唔着代志，啊！我无可能失败，啊！我无可能失败。无人会当搞拍倒，无人会当搞拍倒。高先生，你94.067，麻烦跟我警局做笔录。我会跟你登记警察局，哦，请我卡一通电话，我处理一块代志。好不？我给你冲啊！啊！因为你涉嫌92驾车，依法将你逮捕。我也不还车，你别想好啊！你今晚是酒驾，今晚干嘛？你冲啥你？啊！你敢讲啥？靠你白来讲我！你别听我，你敢知我啥？哎，警察怕人哦！我认识，请你不要。敢知我啥？啊！敢不知我啥？我是高文雅，我跟连长官就行了。卡是弄电话，你就要帮我扫，知影无？准备放开！警察怕啦！刚刚一切敢那是一场梦。一场戏，一场高文雅为着贪图名利世界虚拟浪漫剧，戏播出后，突然去落空。那你我算啥？高文雅，你到底有真心爱过我无？我知是我做不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要不过我安尼做，是因为我爱你，我无想要失去你，甲咱的囡仔。海军，可别再卖走，我现在就爱你。我也是。今天的公家相信这些白菜话，让你变到玲珑色。我的反对都是在替你设想的，啊，你两个人，一个是我的阿姨，一个是我的妈妈。我是尊重你，所以我才会带文雅来跟你分析的。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决定。慧君，我希望你会当再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啊。
刘慧君，你唔通是讲，你阁是一个无药汤医的查某囡仔，全世界拢爱等看你的笑话，看你要安怎替你家己创个婚姻受罪。高文雅，你真正足可恶的，想怎要欺骗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？袂阁予你有机会欺骗我，一世人永远拢无可能阁甲你有任何的交叉。我会用予你洗脑，会用甲你讲你无爸爸，不过你的身躯留着伊的血。万一你生做像秋雨，我们都痛苦一世人。我不要让高文雅毁掉我的人生，不要讲有爸妈爱伊对我的期待，不要因为我的自私继续糟蹋伊对我的爱。只有提提甲高文雅切勿离离离，才当甲过去。伊个自信、乐观、无烦无恼的刘慧君找回来。对，我袂用阁予高文扬有任何借口甲我勾勾缠，绝对袂用的。你原本应该出世伫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，阿唔过，即马是的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哦，你今日就当了。你要倒药无？我来去煮小药你吃。免啦。以后，你是不是无希望我搬倒来住？啊，若无啥在路的，一句话拢无讲。哦，无啦，啊，可能是时差的关系，啊，就人先生无想要讲话啦。哦，啊，无你先休困一下，我起来楼顶看回去呐。你在想什么啊？你在吃这款药啊？药我敢吃？我这边随送你去病院。来，妈妈，我袂吃。我唔知影我无吃这药啊，是对的，还是唔对？慧君，
敢讲你不爱提这个囡仔啊？我了解你即卖心情，有啥物代志，你都会当跟我参详。放心，我一定会陪你做伙面对的啊。我就好护好家己的，上次我袂去爱着一个这么可恶的人，我真无简单才看清楚伊的真面目，我无想要再跟伊有任何交叉啦。啊，不过，下面我阁有伊的囡仔，我想要跟高伟阿姐互你相处拢无法度。委屈。这不是你的不对，你别安尼怪你自己好不好？啊，不过我就想要替代解放袂记啊，所以，我拄才在想讲，我要把囡仔退掉。啊，不过我刚想到，伊嘛是我的姑娘啊。我唔知我要安怎啦，我拄只就想要甲伊安食落去，不过我感觉我以后会做后悔这个决定的，我是要安怎甲我囡仔解释伊的爸爸？啊！就痛苦啊，就痛苦的啊！你别安尼，先坐了，辛苦。慧君，你今麦就艰苦的。你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你妈聊得来？妈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爸爸永远都是你的靠山，永远支持你，知无？啊，妹。妈，我就不敢这个囡仔啊。我只要想到囡仔，我就去想到伊的爸爸。我遐尼啊爱伊，阿哥，伊煞欺骗我的感情，我袂完，佮利用我的感情，利用我的心理，我以后是袂当佮伊的囡仔交代啊！我袂当佮我的囡仔交代伊的爸爸是真正的阿吉利啦！我需要解释。根本就无需要解释，高文雅根本就无资格做这个囡仔老爸，你不需要解释，啊？谢慧君，这马囡仔才是你生命中上重要的。高文雅迄个无情无义的人，你就该当作是一场恶梦。虽然讲这场恶梦会让你真痛苦，也毋过等梦醒以后。这所有一切都拢会过去，你永远拢莫搁去想我，好不好？慧君，你若是无辜的，大人做唔对代志，不应该是囡仔来牺牲的。而且我知影你足爱这个囡仔的，所以你千万唔通放弃。要若无等到你失去以后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是啦，慧君。爸爸跟你讲，伊那要老，要退掉，你家己做主意。爸爸袂替你做决定，不过我会让你知影，伊那是你生的，伊就是咱老家的囡仔。虽然伊无爸爸，但是我这里做阿公，绝对让伊过得比任何人更加幸福，知无？多谢爸。我怎样？我要怎做？今天就去这边，明天检察官上班会来处理你的案件。我要夜训。夜训？检察官都下班了啊。我熟悉检察官，应该通知一下，他绝对会来这加班。
检察官都是轮派，哪有可能让你选？我进前是做卤猪的，我知影酒驾是公诉罪，绝对用起诉的，袂当投票行政。要不我明仔有要紧的代志要办，我袂当伫遐浪费时间。好啦，到三工者，卡一通电话尔。喂，我讲要夜训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无管理搞，管理的鸟，叫你主管来。卖我掠着你的鸟屎尾，绝对让你歹看。到贵妃车啊？你律师哦，拄好，阮大有一寡代志想要跟你讨论一下。都会走啊？哈，想要创啥？你死着阮大的，搁无赶紧甲回死嘞？搁有话讲，欠怕？这有监视器嘞？啊！敢甲我拍高林啊！过好久，要告阮的人哦，台北车站要坐三年啦。是。啊！目睭闭啊紧的，莫伫我面头前假高尚，有听到？嚣掰啊！我臭雷啊！难面的。一号，你哪一个人在饮酒啊？你突然间想要饮，无啥物啦。歹势啦，过来你去叫我回来。哦，翁无伫个，无走转来后头厝大，若是传出去，真无面子啊。所以。你是因为家无面子，不是因为想我。我同袂想你，这段时间你搁我，除了看家常，其他时间拢伫计较公司的代志，家己一个人拢真挂念着你。你好，多谢你。哎，用用卡水都吃了。这是我发生的一切，我拢爱跟你说多谢，多谢你的包容。我了解了，你安尼做有你的苦衷在，你是为了要保护慧君，解不到来因啊。只是我这人静下来，拢去想到你甲高文阳的过去。原来伊就是以前放杀你迄个笨手，是讲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也无要甲我讲咧？是安怎？是你无信任我是？我不是无信任你，我是惊伊去伤害到你。所以我们才想讲，用我家己的方式来保护您，来解决这件代志。只是我想袂到，代志会变到这么严重。假使讲当初，伫我知影高文阳是慧君的男朋友的时阵，我都把一切拢总讲出来，安尼就袂发生这么多代志啊。但是，你必须要承认，你冇私心对无？因为，你今日讲出来，会影响到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，甚至无法度接受你。
对，我心里我有私心，因为我真爱你，我怕我会失去你，我希望你能了解我。虽然我知影你过去的一切，但是我想不到那个笨手竟然来做我的囝婿。我想到以后要面对的是你、慧君，还有伊巴肚内的囡仔，这个问题太过复杂，我需要一段时间好好想一下。我了解，我想我是先搬去阮妈遐住，咱两个暂时分开一段时间，让你小冷静一下。慧君现在情绪还不稳定，他若知道你因为这个原因离开，他的压力会更大，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这样你希望我怎么做得好？以后我真正希望你能了解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请你相信我。寻找的方向，消失的光芒，散去的梦想，心中只剩想你的力量。层层月光慢慢在彷徨，路灯的光渐渐也起，舍的愿望是你的泪光，唤醒我心中的希望，那是你带给我最难忘的时光。你们这房仲哦，都跟那白家家同款的，就没良心的。啊，一间厝安尼啊乌高高，啊厝势讲安尼悬着，这不是几月大？房价这嘛在起啊，啊租金贵，这是应该的啊。啊，你嘛较拜托，莫安尼卡白着，就牵拖对家家遐去好无？安尼我会烦死啦。啊，是安怎我来讲着伊，你着安怎？唔甘吗？哎呦，好啊好啊，我拜托你啦，莫阁冤啊好无？迄厝哦，阁豆豆找着有啊啦。豆豆找？哪有迄个时间豆豆找啊？昨昏拄着碰碰哦，我安尼规面安见笑死哦。我就想要离开这个所在，一天都无想要待落啊！好啦，妈，你莫阁讲啊啦！你无看到爸心情在歹，你阁一直讲啊！莫讲了，莫讲了。我来看看。哎，阿妈，阿姐，你来啊！哎，妈，是谁啊？母啊，啊，你来知影我住这啊？哪着问啦？一定是碰碰迄个凤上头讲的。哎，啊人碰碰嘛是好意啊。对啦，哎呀，你啊即马看起来哦，几个瘦的。啊，可能是伫烦恼啦，压力大啦，食无啥会咯。啊是讲哦，啊遐大苦也无啦，哦，较瘦一算较好。阿妈，这你先坐啦，我去泡茶给你啉啦，哈。坐啦，坐啦。妈，嗯，来。
来，你跑得好，你跟我做。你不要去嘛，我回家陪你。哎，我回来，我回来，我回来陪你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母啊，我住在这哦，还阁袂歹住啦。哎呀，你身体哦真什么讲腰子唔好，啊，我住在这哦，也无法度安安稳稳你困啊。哎呦，身体若阁唔好是要安怎？ 没啦没啦，住伫庙里遮亲友亲友啊啦。有无亲友无亲友，我上了解啦。所在亲友，咱心若无亲友吼，嘛是袂用的。心若无亲友，身体会怕歹呢。我看吼，安尼啦，等你叫小庆阿文严明家看看呢，同齐等下祖厝大吼。哎呀，要来啦，哎呀，啊你着听母的话吼，啊做伙转来啦。 啊，住祖厝吼，是无啊，亲像住白庄遐尼舒适啦。啊，最起码啊，大家安尼住做伙会当互相相照顾嘛。无啦，啊，恁的好意我拢知影，啊，遐毋过我，遐毋过啥？你较即摆搁是爱面子哦？毋是讲爱面子啦，啊，较早我嘛是安尼有头有面的人啊。啊，我会记得吼，伫旧厝要搬对白庄遐的时阵，我安尼请伊阿者。 啊，即卖遐尼落魄，搁要搬转去旧厝啊，厝边头尾若知影吼会笑啦。这人生就无可能一帆风顺的嘛，有起有落，毋才是人生。对啦，贫困啊，搁若上对啦，即人生哦起起落落拢有啦，你吼都爱看较开的啦。有啦，我都有想足开啊，也毋免想啦。 我知影讲你过去生活过得真惬意啊，啊，无你毋通袂记呢。当开始你要做生意的时阵哦，嘛是真艰苦生活，安尼一步一步爬起来。我即嘛相信，只要你以后好啊，搁拍拼，总有一天哦，你会重新再起。好啦好啦，我相信哦，阿兄，你毋是遐尼简单就互拍败啦吼，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。 李坤啊，真多谢啦！啊，你遐尼相信我，我伫下个月我伫用车伫出门地的时阵，啊，我头一个就是甲鸟花死头路，啊，你即马佫对我，好啦，迄套衫啦，啊，当时你若无甲鸟花吼，啊，死头路，啊，因若可能甲文静啊咧开面摊，敢毋是？嗯，是讲冠军的医药费啊，啊，佫有，好啦，哎呀。 啊！你临时啊，我都出问题。啊！你想要斗相共嘛，无迄个气力，这我了解，不要紧啦。你连讲无要紧，啊，也毋过我。哎呦，啊！你面孔那个无要紧就无要紧，你个啊，你啥个啦？好啦，你过去的代志啊，就莫阁想啦。即马上个重要，咱兄弟爱同心吼，啊，互相斗相共啊。对，一家人吼，一定爱同心。 你会记未？七年前啊，明坤那个阿霞四个咧走庄有着文良的保释金，迄个时阵你嘛是斗相共有着，对无？啊，迄一天吼，咱落大雨啦，啊我甲阿霞啊，张已经吼无望的时阵啦，阿兄，啊你嘛惊雨伞摕着一张二十万的支票啊！ 啊！叫阮赶紧哦，去甲文良交保出来啊！这二十万的支票，阿兄有带两箱，可能听。剩的无够哦，家己落去想嘛。明坤啊，你都唔听哦，你是无想要叫文良啊？是无啦？还是，阿弟不是我阿兄有带两箱的。 你这年过去要留几户啊？这种文件我永远拢记的。像我阿兄公司开销遐尔大笔，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的。我嘛真困难的啊。多谢你。我相信哦，今日若换做我，搁再落票。 你嘛是会继续甲我斗相共啊？对啦，
这兄弟啊，若有困难吼，大家互相斗三工，安就对啊。哇，也毋过我感觉对不起明坤啊，我对明坤啊。阿兄，那你对不起我啥啦？我啦，明坤啊。阿兄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无要让我吼做伙倒转去来诱惑阿母哦，你才是对不起我。对啦，同齐倒来去。你若真是讲要友好我吼，等下大租厝，甲明坤做伙友好我，莫去话你为恁操劳啦，啊？好啦，母啊，明坤啊，我搬回去啦。明坤啊，多谢啊，母啊。哎呦，这家己人咧说什么多谢啦？哎呀，哎，家己人咧说多谢，茫笑死我。哎呀，你家嫂较文奇哦，身躯边的物件炸会着，啊，剩遐物件我叫文良哦来搬啦。别麻烦伊啦，你免对文良遐尼客气啦，少年人有气力啦，迄落交代容易做得好啊你。你会使敲电话叫恁厝内阿人替你办考补。酒驾是公诉罪，需着开庭通知，爱可以准时出庭。我做过律师了，所有的程序我真清楚。清楚过酒驾，地划方法，罪加一定的。干嘛要叫我敲一通电话啊？即摆阁有啥物人愿意替我办考补的？爸若无破产，妈一定来补我。也毋过即摆。看起来，敢来当拜托慧君啊，伊是我唯一的希望啊。喂。喂，慧君，是我。我要紧代事要甲你讲，你先听我讲完好不好？咱无啥物好讲的。我知影你搁咧生气，我敲这通电话，毋是爱你原谅我，我是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我出车祸，哼！你搁会当讲话，就表示你无严重啊。我无可能搁中你考虑过啊，更加无可能去看你。我即摆人伫地检署啊。地检署。我酒驾，叫检察官起诉，伊敢会当替我办考过？高文雅，你真正足袂见笑的呢。骗我的感情，佮骗阮家的钱，你即马还佮迄个面，叫我去替你办高保，你即马是搞当作是啥？出代志就叫我去替你收尾啊！我顶世人若是欠你，我即世人，互你骗遐尼侪年，嘛应该还煞。我知影我无应该开这通电话互你，也毋过即马真正无人会当甲我斗相共。阮爸破产，即马连大个所在都无，你家己出身难保，我敢来当麻烦你啊？不可能，慧君，我知影，我做真侪让你伤心的代志，我更加不应该让你三龙利用。我现在真正最后悔，我真正最后悔，所以我心情不好才走去饮酒啊，因为我唔知影要怎面对你，面对咱的未来。慧君，你得相信我，甘两代念，咱还是阿母分手。你莫阁甲我讲阿母唔阿母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跟我杨金妈所作所为，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你若阁这么袂见笑，你就莫怪我去看伊诉请离婚。好，这件代志以后再讲。金妈，你一定要把我交保出去。你若无把我保出去，我阁会让关灯看守所。就算你去用拐到什么，跟我无关系。靠你啊！我想袂到你金妈，阁想要欺骗我、利用我。我敢真正这么好骗？我无骗你，我讲我咧真实咧。我已经彻底降魔啊！之前迄个互你骗到玲珑西刘慧君已经死啊！从即马开始，你莫为我的形象得到任何的好处。我无可能同情你，嘛无可能可怜你，更加无可能戆戆提一去替你办高保。慧君，拜托你，是我最后一次拜托你，好不好？哼，你真正是我见过上卑鄙无耻、下流阴险的小人啊！
你莫再来找我，莫逼我牵报纸，跟你断绝阿公母的关系。慧娟，慧娟。高文扬，你是在创啊？搁破坏公务，连电话拢免想要卡。慧君是绝对无可能搁参加的代志，也搁有啥物人愿意替我拿保险金甲我报出去？我哪会行到今仔这地步？玲姐，我袂安尼做人事。一定有人来救我，一定有。等下，咱是安怎要甲伊报出来？你敢毋捌听过“借刀杀人”这句话啊？迄只破皮猫的哈，竟然遐尼好胆，要甲我竞争果菜市刘工会理事长。我要让伊知影，甲我作对是甚物下子。那呢，等，你暗算要安怎做？今日你也知啊。伟哥，恭喜啊！霸主。我唔知影咱两个交情遮尼好，你阁专工走来甲我交保。辉哥啊，你若安尼讲啦，搁安怎讲，咱嘛是老兄弟啊，对不？辉哥啊，你嘛唔通想伤济，我无其他的意思，啊。要唔过，人讲吼，路见不平，气死英人。看你用陷害，我感觉替你做唔值，啊。我用陷害，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辉哥、啊。你一定唔知影，你即摆让掠伊关是啥人甲你陷害着吧？啊无，敢会是你？那有可能是我，伟哥啊！那是我做妖婊甲你撩的，我哪有可能来替你办交保，对不？也毋过，去陷害你的人，你真熟悉，叫做山鸟的。山鸟，哪有可能？山鸟算还算我家己的斗阵小弟，伊甲交情袂歹啊，而且阮两个嘛无啥物硬碍，伊阁要加配合做生意呢，山鸟哪有可能陷害我呢？哎呀，辉哥啊，所以啊，你拢去哦，山鸟骗到戆戆西啦。伊讲要甲你做生意啊，还是假？伊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你遐探听消息，然后报喜予警察知影。欸啊！你真正愈讲愈离谱呢！山鸟伫社会遮尼久啊，伊嘛知影讲做兄弟的做鸟爸啊是足禁忌的代志，伊哪有可能安尼做？所以讲啊，辉哥，你去予山鸟拢骗去啊啦！你敢知影？伊有两个囡仔呢，一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。伊的后生啊，叫做黄建元。黄建元。这个名，敢那你都不听过。辉哥啊，那讲较白，正确来讲啦，黄建元警官，安尼，你应该都有印象啊。你是讲迄个警官黄建元是山鸟的后生？无唔对，山鸟的吼，为着因后生的前途，所以就去做鸟爸啊，出卖咱这兄弟。像你这摆的代志，伊嘛去甲伊叫讲，你是用暴力去讨笑，你唔只让伊去关啊。连迄个后山阿贤呐，嘛是因为安尼用酷入去啊。辉哥，你对伊遐尼好，伊嘛去甲你检举呢，对不？嗨，我是也看袂做哈，所以唔得来替你办交保，顺便甲你提醒一下，当作有山鸟骗你哦。你讲的拢是真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辉哥，若不相信，你用去探听啦。山鸟这件代志啊，在咱兄弟界已经传到同人知影呢。伊用一个化名叫做白猫的，去专门做鸟爸来出卖咱这兄弟人。好，等我调查清楚，
若是山鸟真正去做领爸啊，我绝对会替咱所有兄弟好好啊，甲处理一下。伟哥，我要提供你一个消息啦。山鸟因查某囝过两天啊，就要甲江俊杰结婚啊。到时阵啊，你若有闲，用得去因的婚礼参观指导，啊。我要安怎做，敢着你教？啊？喂，蔡哥。你这招人教小家，确实有名。那是当然的啊！抓来哦，那只破鼻鸟呀，干那要应付飞哥哦，都伊头壳冒咧烧啊！哪有时间要跟我竞争工会理事长，对不？哼，想要跟我斗，真拼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爸已经先到婚纱店了，等你来拍全家福照片，什么时候会过来？等我下班就过去跟你们会合。玉婷，想到我们就要携手共度一生，我就感觉很快乐，很幸福，因为我们的心是这样紧紧地绑在一起，有你啊，我从此不会孤单寂寞，有你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灿烂。需要吗？可以帮你介绍。小姐，请问你们手机保固期多久？在我们专卖店购机都有2年的保固。2年，好，谢谢。那我再看一下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有需要再找我。好。玉婷。哥。你哪会来？你不是要去婚纱店？不然想要直接去啊？是讲你差不多要下班啊，就还过来接你做伙去啊？哇，这么贴心呢、啊。假讲嘞。我今日冇甲公司请假。我要提早下班去翕全家福，啊，不过我今麦就紧张呢，唔知啊，妈等呢，干咩呢？惠弟，那已经通知妈，啊，要来不来就看伊家己决定啊。哎，不过我该提醒哦，顶届你约大家做伙食饭迄件代志哦，妈反应这么大，搁这么生气，我看你今日哦，莫有伤大期待。其实妈的想法我会当了解，也不过我拢已经甲爸相认啊，我当然嘛希望咱全家伙也当团圆啊。自细汉，我只要来经过照相馆，看到人的全家福相片，我拢就心生迄种温暖的感觉。所以我真正就希望妈今日会当来，因为这张全家福。对我来讲，唔那是全家人，好我就好，佫会当实现
我自细汉的愿望。嗯，那是你，这件代志对我来讲嘛真有意义啊。啊，自细汉啊，妈就骗咱讲爸已经死啊，我从来唔捌看过爸的相片，更加唔敢妄望讲有一天，咱全家伙来当做伙翕全家福的相片。想不到今仔日竟然有这机会当实现这愿望，我当然希望妈当去婚纱店，卖让咱的希望变失望。更加唔嘛，希望变绝望。没啦，你莫安尼想。咱会记得吸引力法则，咱都爱相信，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嗯，吸引力法则。吸引力法则一定会实现，一定会实现。刚哦，好佳哉有这个所在给咱收留，啊那无吼，咱都爱伫外面吹风晒地头。妈，啊咱即马是要搬倒去祖厝，甲阿妈还佮阿静住，我敢袂得拜托你啊？对因的态度较客气。无啊，即马我是对因外歹啊哈。无啦无，就好就好诶。喂，文琪啊，我是哥啦。你搁知影你是阮哥？啊，你唔是讲阮会拖累你，搁打电话来是要创啥？好啦，啊，你就知影我最近代志较侪嘛，心情无好啊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我有血菌高血，已经互人赶离开老家。哈？哪安尼啊？啊，我着心情歹，走去啉酒，结果出车祸啦。即摆人伫地检署。哈？恁来犯这样错误啊？你之前家己是律师呢，搁知法犯法，你敢唔知影？酒驾还欠我判足重的呢。好啦好啦，卖搁念啊啦！啊，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你敢有去伤着别人啊？无啦，我家己受伤尔。你受伤啊？啊，你有安怎无啊？啊，未死的啊。好佳哉。好佳哉，你无去伤着别人，阿老婆，你就唔知影去王关偌久啊？我是天光仔囝，无遐衰啦。天光仔囝，啊，既然你是天光仔囝，你就敲电话去互恁个天光仔爸，阿老婆也是要创啥？我伫替我准备钱，替我办交保。你需要偌济钱啊？十万。你这，你我临时去对生啊！你会当去找黄正元借啊？伊是警官，阁是你的男朋友，我相信应该别连十万都提袂出来。你嘛较歹头好无？这种代志我歹势开嘴啦。枉费啦，枉费我一直这样疼惜你，你甲别人同款，看到我出代志就闪甲离离离，我真正对你就失望。我唔是不爱管你的死活，我是。好啦，免阁讲啊，无要甲我斗相共，存拄煞，我另外想办法。等你啦，哥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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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啊，文琪，啊，龙哥，我第一个先讲电话，啊，电话甲你挂掉，你真无礼貌。我嘛是安尼感觉啊，讲一个电话安尼，夹伊啊，安怎交阮听？无啦，哪有啊？啊，文琪啊，大家伫咧无闲，啊，你甲你男朋友讲电话讲袂煞？唔是啦，爸。上好是安尼。唔是，啊，唔是讲话哪安尼滴滴嘟嘟？哎呦，搁敲电话好我啦。哦，啊，伊敲电话伊是要创啦？伊着酒驾出车祸，今物互关起来。是，你讲啥？酒驾出车祸，叫我关起来，啊，那才严重。哎，免甲管啦，免甲管啦，就
阮的后事，吼，乖甲死甲咱都无关系的。我若想到伊对待咱安尼哦，我就切心啦。我无即款的后事。啊，囡仔不是对你巴肚生出来，你当会讲话这么轻松啊？我才养你三十多年呢，我的付出敢会比你较少？啊，咱的教育失败啦，再伊才养这款的包囝啦。佮看哪讲，伊嘛是咱的囡仔。伊唔是我的囡仔啦！你真是……啊，好啊，阿叔，安尼啊，恁两个哦，莫一句来一句去啦。咱即马先了解文良卡人来是要创啥啦？文杰啊，文良卡人来，是唔是着急要考补啊？是啊，佮卡电话给我，希望我会当去甲补出来。啊，需要偌济钱啊？十万啊！哦，十万块，有啦，我这有啦。啊，小姐，多谢你呢。别，十万块你要甲交保出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十万块若摕出来，都那亲像等一水底，捅一下都无救哦。做咩行啊？你是安怎？心肝这么凶哦？敢讲你要卖酒金面，看无勇气拐起来，底下受苦。啊，伊要怪啥？怪伊家己啦。你真正老翻天的，安怎讲都讲袂顺车。对，我是老翻天啊，我就是老翻天，才会饲出这款的不好囝啦。啊，好啊，伊的代志我拢无要管啦。你去紧，脚手快紧啊啦！经理，你也通我转来呀。我心情真正足激动，我知影你是我的囡仔哦。原本我只要会当远远看关心你，我就有够。我从来唔敢妄望会当甲你相遇，甚至起码咱会当做伙来去全家福的相片。喂，恭喜你啊！你这关我特别喜欢啦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啊，唔知嘛会来无？我相信嘛一定会来，因为知影这是我结婚之前唯一的愿望。万丢，马上听你，一定没有你失望。海生，摄影师已经等咱真久啊，伊等下阁有其他人去要翕，参谋，你即马去吧呗。海生啊，麻烦阁等一下。我妈应该得要到啊！哦，那呢，您可得赶紧去哩哦。海生，海生哦。时间拢过了这么久啊，我看妈应该是未来啊。玉婷，我看咱得生气啦。叶全家福连刚才去找机会，唔通让摄影师等。也唔过，你妈妈不愿意来，一定是因为我。玉婷啊，是的呢。爸爸今日无法度帮你完成叶全家福的心愿。爸。你妈安尼讲啊，拢是我唔好，干那想着我家己，拢无替妈少想一下。我应该要加花一寡时间。是爸今日不应该来，我先来等。静雯，麻烦你即马卡一电话给你妈妈讲，我不伫家，你即马随等你再过来。我看咱也是心急啦。啊！若无我等下找妈过来，嘛是袂赴啊。是啦，大爷，来就来啊啦，做位休息。
也唔过，爸，咱先去吧。都参像杰哥拄则讲的啊，以后还够机会嘛。玉婷啊，啊这相片，那是无你妈妈，这等于是全家福的相片啊。虽然不是全家福，也唔过，嘛是我甲哥大汉以后，咱头一张合照啊。那是先去，留落来做纪念嘛。好啦，卖让摄影师等伤久，吼，行。稍等嘞。妈，今日唔知形状好无好，车都多，有够太累啦。妈，我都知影你一定会来，想听我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妈妈哦，今仔日洗到头，安尼洗到好势尔，你莫搞用个乱去。来拍摄。管你头毛有乱无乱啊，拢是青春美丽碰碰子啊。你上多老古来笑咧。行啦，今仔起来，我带个代志爱做呢。行，来，大家好，来，1、2、3。咱相片洗出来了，那唔呐，你有全家福相片，我每一家拢有一张。哎，唔对呢，即马是数位时代吼，啊相片档案存在手机啊，随时都有当看，而且唔惊相片去变质去，哈。无唔对啦，即马是数位时代，只要档案搁伫咧哦，就唔惊相片拍薄啦，永远都有当加洗。是讲，唔管哪加洗。永远的欠钱。李平，我真感谢你愿意来跟我做伙去全家福。你免甲我说多谢，我今日来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玉婷跟阿婉。你卖想想怎样？我知影你不是为了我，也不过。我赶快来跟你讲声多谢，你愿意来，才会答应我这个心愿。我唔留你来说多谢，我更加应该跟你回信，来你跟我去上，真正是为了。其实，嘛唔是啥物为难。几十几年，这样长的日子都过去啊！我应该放下。当初我无多原谅你，那年我恨你，是因为失去阿飞了，我就惊。可是我是原谅你，阿飞我是不是会把阿飞放袂记？阿伟对永远消失伫我的记忆内。弟弟，阿辉的代志我真正。别讲，我不愿意用万分的天赋我家己，我是在伤害玉婷跟阿冠。多谢你为着我做遐尼大让步，我真系足感动的。我好爱你，戆囡仔，你是来哭食，无彩人的目屎呢，目屎甲收得转。你若要哭哦，等你结婚迄天哦，只好你哭一下粗巴嘞。你放心啦，
我是爱哭鬼呢，是真着你。水龙头一打开，眼泪都停不下来。无人，无人讲家己安尼，爸，你真个真着我爱哭。啊，害咯！阿妹呐，阿咱翕全家福相片无找文琪啦，阿文琪也知影吼，我哩又连么臭跑去啦。哼，要两只是啥物代志，还要喘一条。你也咧讲话，就一定爱大脑空呀。不要好好讲哟，打扰你家姐妹。歹势歹势歹势，用用伊想着，歹势歹势歹势。正月啊，无翕就免烦恼啦。以后啊，咱规家伙啊，逐年都来翕一届全家福啊。啊，你明年啊，你就要当找文琪做伙来翕全家福啊。无定着啊，你月生啊，买做伙来翕啊。哦，你是有白讲啥？我哪有白讲啊？咱来赶紧赶进度啊！今年生一个。嘿，俊杰，你这小汉哦，我真介赞。哎呦，既然妈介意哦，那呢我嘛爱赶进度，赶紧甲文琪传落来。安尼明年唔那是俊杰甲玉田囡啊，连我囡啊，买当都做回来去吧。好啊好啊，安尼爸干嘛都会当一个人抱一个孙。丢丢。明年我可以当个来啊。还是当然的呀，咱是翕全家福，缺一不可。对，那是每年，是每一年，对不嘛？嗯。我凊彩啦，我只要我做老婆啊，凊彩恁去变啦，凊彩凊彩凊彩。美琪，多谢。多谢你给我一百机穿这菜啊，唔知有够大家吃无？也无我伫办，我给差了呀。有啊啦，有够啊啦！我相信哦，明星啊会感受到你这块感动。阿妈，物件拢包好啊，我出来陪你们来吃。哦，来来来来，阿妈来捧菜了，好，姐姐，阿妈姐，辛苦几工啊啦。小姐嘛来啊！哦，阿姨都在病院哦，阿照顾冠军啦。哇，今日真足澎湃呢，足够我食着，真哩澎湃菜啊！食好食歹不清在啦，是讲吼，等阿妈食吼，不差不是咱有一款小饭菜当好恁食。对对对，阿欢迎阿兄大嫂到等下吼。哎，当然哦，大家啊做伙食饭好啊，足好诶。啊，来来，免客气啊，来来。啊。这行菜吼是你上爱食诶。民国人讲吼，一定要为伊做这行菜。我啊，嗯，我有话想要讲。对待听母的伫咧讲吼，咱这落厝永远拢有烧炖炖的饭菜，恁才会叫阮炖来。我听了啊，我心肝内就艰苦咧，我对不起大家。想到当初我为了这步逼甲走投无路，规个人好惨，就跪拖去干。一直想要将这个旧厝摕来银行抵押借钱，
都无这个厝的温暖。也好个在母啊，你得做到，你唔见。我即马才知影讲母啊，你为什么会坚持？我有影，我感觉足歹势。我跟你讲一声，这创啥啦？嘿，阿爷，阿爷拢过去，但是如果讲讲，还是要创啥啦？我若无讲，我心未安呐。这啦，这吃，这吃啦，这啦，这啦。其实我嘛有几句话想要跟恁大家讲。哦。之前我因为风水的代志，啊，跟恁安尼吵吵闹闹。海林有真侪所在无方便，所以我伫遮吼，甲恁回信嘞。啊，搁有啦，我甲恁保证，以后吼，我绝对袂遮尼固执，我会加替恁大家吼加想挂。啊，搁有小姐啊，你甲小姐嘛话呢，对阮遮尼无计较，啊，伫个阮拄着遮尼侪困难的时阵，搁愿意伸手甲阮斗相共，我实感觉吼。足感激，足感动的啦！第一只，甲你说多谢。阿嫂啊，拢是家己人啊！啊，你呐，遐尔客气，还讲一寡遮千文话咧，啊，互相斗相共，这是应该啊！啊，搁再讲你甲阿兄哦，会当当阿遮大好，我上欢喜啦！你的兄弟哦，甲同西啊，来得好好。我上欢喜啦！虽然咱一家伙啊，大家做伙然后做啥物唔对，但是不要紧，知影唔对，爱知影通改，这吼都是予咱在事实，这上改好的开始。我足安慰的，足安慰。你的家是我的谨记在心，我较小心啊吼，以后会较小心的。既然我搬到个厝里大吼，心情都放较轻松的啦。你唔是人客呢，啊？虽然讲这是人大，个人个人生活习惯，也唔过什么代志吼，唔通放喺心内，爱讲出来，吼。互相大家包容，咱一家伙啊，爱团结。小庆啊，你知吼？我知啦。人生哦，起起落落，应应会啦。啊，不是讲即马唔好，就表示讲将来拢会唔好，唔是安尼。大家吼，爱较忍耐，唔通有到这失志。啊，较坚强嘞！你敢捌听人讲，兄弟若和好，兄弟若同心，哦，土就变黄金，知吼？有啊，你的鼓励吼，我会放在心肝内。是讲，哎呀，啊，你也艰苦这尔济年啦。你若当作是放假嘛，安心啊大嘞吼。啊，看以后要做啥哦，啊才慢慢来拍算嘛，啊。啊，无啦，我知影。来，你才有勇气啦。卖讲多开讲下啦，来紧食紧食。对啊，啊大钱拢食啦，啊食无够吼，我叫你来叠船啦。好啦，来来来，用。来，同意。啊，哎呦，真乖哦。老大乖啦。哎，好食啊。伊食吼，食到遮尼胖着，还阁有人连一顿烧肉都拢无。哎呦妈，你要紧食。我若烧着就食袂落啊。哪里你卖烧啊？点样食就好啊。哎，你足奇怪呢。是安怎？我要讲话，你袂好我讲啊！我无啊！啊，无你是要讲啥？是啥物代志啦？小姐啊！妈，文勇啉酒开车去出车祸啦！
我看恁就生气啦。即马去予人关伫遐看守所，啊，无人甲报出来，实在足可怜的。啊，恁遮尔糊涂做这款代志啦。